邓超被人为贤妻 BB 被分体啊，搞到大家火都嚟埋，仲丧比 dislike 嘅，咪因为呢只神魔之塔神抄咗佢哋嘅挚爱咯。单纯在游戏系统同界面上面，已经系同我哋所之前所创作低嘅 Puzzle and Dragon 有翻最少嘅八成相似度。我哋系真系有参考好多游戏，头先你讲只 game 系其中一只。抄我都觉得系唔紧要，你细细声系算咯。我想讲新嘅 idea 咧，通常系真系 based on 旧嘅 idea 而出。你抄完仲要嗌大嗌，我系原创嘅。被人丧插的建宗呢，昨天都还在这里的，不过今天被人踩到上心口了，就死都不回应了。咦，低调了。这方面我就没回应，就没什么回应的。这方面我们没回应，每组有没有回应，我们没回应。代言的他就算不好彩了，但好彩是这件事都没有搞坏过动漫气氛的。今天游率都很多，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见到其实第一天的情况已经比上年多了，我觉得是。兄台你又讲得啱啊，今届的总入场人次创了15年以来的新高，五日有成729,000人，销情又点先？好满意，系啊，好满意。因为我拉屎一日，当当都丧减噶啦。咁多位动漫迷，唔知够唔够手拎咧吓？